醉2014是一项凝聚香港设计师 HKDI 及 Ivy 校友同学生以至普罗大众的设计活动。香港资专设计学院及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李慧利年轻设计师将展示他们的佳作，并邀请公众及业界参与其中。多场展览节目涵盖不同设计界别的精选学生作品，包括广告设计、创意媒体、电影及电视、视觉传艺、时装设计、形象设计、建筑设计、园景建设、园景建筑、产品设计、展览设计、视觉艺术与文化研究、多媒体及互联网科技及其他学系等。VTC 综艺馆占地963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超过700人。场地备有特别的音响配置，藉以提升各种不同表演、会议以及其他活动的音响效果。音乐作动2014为本年度毕业展览的重要环节之一。数码音乐及媒体高级文凭课程的学生将于现场演奏不同类型的原创歌曲，为观众献上一场原创音乐的盛宴。展览向公众呈现香港资专设计学院及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李慧利各个设计院系的毕业生及学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展览由项目组的成员策划，并由学生及毕业生共同制作。透过筹备到正式展出的工作，学生可以实践并学习举办大型专业展览的制作过程，从中获取实质的工作经验。